Elva 穿热裤见准公婆。哎呀，我车到了，我先等司机淋雨下来。哎，我有手不会自己开门，我下车有人撑伞，我男友跟在后头。哎呀，我一路直直冲，直直冲，直直冲。哦，太冲了，餐厅在这一头啊。嘿嘿，猜这么淘气的地方我是谁？哦哟，甭猜了，答案就是 Elva， 身旁就是阿娜达 Elroy。话说呢，日前吴建豪坚持不肯曝光的姐姐出格，老婆 Arisa 石贞善是倾家到场。只是呢，传有百亿资产的石家难得在台团结亮相，连 Elroy 的绯闻表弟柯震东都来吃喜酒了，要把当晚却跑去济南商演，躲过这局尴尬。然而等他回台，自己来一拖，要和 Elroy 的家人聚餐呢。这场石门宴席设北市四维路上的老饕食堂，个人套餐1000元至3380元不等，进出者非全即贵。It's my chain. 和Elva 以原貌热裤的青春打扮见准公婆啊，跟未来的小姑 Arisa 很有默契耶，可以组成新兴的女子团体哦。就叫 Elsa 好热。对啊，且看 Arisa 踏着爵士舞的步伐，哎，离开餐厅，一行人兴致挺好啊，还到敦南会馆耍团呢。苹果鱼浪爱，哎，附带一提，绿叶名媛杨秀荣也有插花报道。学名当记者，学名做公益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经采用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最终由指定的慈善机构，你爆料我捐款。